去分呀。人呢？嘿，我的小乖乖，我们今天出去工作了，好不好？大热天的，我劝你善良。你怎么不想工作？那我们出去洗澡好不好？这个可以有。好多人问洗澡时为什么要拴着飓风，今天我们试一下不拴着它会发生什么。还有他的小脑袋瓜。你的脑袋，你跟我算什么天呀？你一直。现在冲完了，我们给他洗下他的大尾巴。当然还有头发。他又开始不配合了，离我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。他就差没有穿墙而过了。当我一旦离开时。戴上以后，他就又想欺负我。哎呀，你知道要洗头了是不是？他最近坏心思有点多，于是我决定拜拜，躲起来让他着急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他开始慌了，一直在着急的刨地。哎呀，鸡脚饭，皮鞋怎么都被你刨掉了？你是有多爱我呀，我的小乖。